眼前这个鱼啊，估计很多人不认识啊，它叫做鸭嘴长寿鱼啊。你看它的嘴巴长不长哈、啊？差不多有50公分啊。它不仅嘴巴长，肉啊也是，你看也是非常细腻的啊，晶莹透剔的啊。第一次见的话啊，扣个一。喜欢渔民生活的，别忘了加个关注，咱们马上直播了。啊，可惜碎了，不碎的话啊，也可以把它带回家。这海螺里边有那种海浪声的，你们听过没有啊？听过的话，你们扣个一。老远就发现一个螃蟹啊，嘿，他也看见我了啊！哇塞，哇，他还要夹我呢，那、啊、那个，我还是个母蟹啊，看看，看看这个烂网里边，哇塞，发现一个皮皮虾啊，让这个网给粘住了，哇塞，这个，妈，我这一个手拿手机啊，一个手上还不太好拿嘞，哎，哇，只能这样拽了啊，哇。哎，哇塞，他还活着呢，他还活着啊！哎哎，我呢？哇塞，哇，这一只好大呀！呢，他还在动啊！哇，好大吧这个？今天晚上可以回家做美味了。这个礁石下边啊，又发现一只啊，看一只螃蟹！哇塞，他还夹我呢！嘿，好凶！哇，我的妈嘞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个？哦，你看，哇塞，这个是蟹妈妈了，这样。你看都有宝宝了，这么多，成千上万个，这样的话咱就不抓了啊！快走吧，